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礼拜的关心事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军。今天的节目要带大家来看基隆市的学习型城市，近年来是获奖无数，这两年呢就更加进化了，超厉害了，不止横跨老中青三代，更加入了许多在地优秀的团体，一起来设计活动，设计课程，让任何人来加入，人生都变得非常精彩。为您邀请到四位来宾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教育处终身教育科科长薛丽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薛科好。第二位是我们基隆社区大学校长蔡素珍，蔡校长。各位观众大家好，校长好。第三位呢是我们无用学堂的主理人郑十一。 Hello 大家好，十一好。第四位是我们欲望剧团的团长黄品文。Hello 大家好，我是品文。品文好。要带大家来看的是我们终身教育，终身教育一直是我们教育学很重要的教育议题嘛，希望可以集结民间的组织力量，展现基隆的多元面貌，同时呢也要提升我们全民的终身学习能力及态度。每一年的终身教育啊，在学习型城市都会加入新的创意跟想法，今年有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要赶快来请教我们的薛科。好，谢谢小军哦。其实终身学习已经纳入我们108课纲一个核心素养，所以所有我们现在在教育阶段在培训每个孩子一个最核心的素养就是终身学习的能力。那因为其实现在我觉得啦，以前可能我们在正规的教育结束之后，我们可能就停止学习，对，因为过去的学习我们可能是为了升学，为了某一些的特定目的，但是当完成了一个阶段性任务之后，你就停摆了。但是以现在就是社会变迁，还有每天日新月异，有那么多的新的讯息技能你必须要去适应的话，其实终身学习的能力是一种生存的技能，对，你不可能去抗拒。那我们也一直在思考说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态度，然后学习的机会，我们要怎样带给所有的市民朋友。对，所以这几年其实基隆一直在参加教育部的学习型城市的计划，那也都真的有很棒的成绩，有前几期都是第一名的一个获选。那其实在从2014年开始，它分几个阶段嘛，2014到2016那时候我们主打是文创为主题去做一个我们学习型城市计划的主轴。那到2017、2018之后，我们是用体验经济、地方创生作为主题，但是到2110年我们开始思考就是新的一个启程的计划提案的时候，我们在思考说，其实学习教育本身它就可以是一个品牌，它就可以是一个主轴，我们不一定要去搭配什么样的议题，那我们怎样去强化我们自己这一块学习教育的招牌。那而且其实这几年基隆有很多的方案呢，就吸引很多就是我们青年返乡。那我们也在思考说，这些好有才华又好有热情的年轻朋友们，他怎么跟我们在地就有的一些学习机构去做一些串接。对，所以在2110年的时候，我们提出一个全新的学习型城市计划，叫跨域共融。那时候是这样子去提，但是因为有点太新颖了，所以其实去年没有获得教育部的青睐，然后去年的计划是没有通过。但是因为我们觉得团队的寻找非常重要，找到对的伙伴们，而且我们也一直很期待说年轻人的创意，然后他们的热情，然后还有老人家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结晶，其实是必须被好好的保存。而且我们也很期待两个世代间一起合作会有哪些火花或是化学的变化。所以去年即便是没有教育部的支持就是市长还是让我们继续把它执行下来。那去年一整年执行下来，其实各自计划成果也真的很不错，待会我们的伙伴也会跟大家再做分享。那也因为去年的一些心得，今年也就是加入我们社区大学蔡校长加入我们的提案团队在校长的帮忙之下，其实我们整个计划就是又更坚固，我们整个加深加广。所以今年的计划审查就是完全就是教育部无意见的通过。哇，对对对，所以我们就很开心的来执行我们今年我们的跨域共融共创基隆这一支学习型城市的计划。然后在今天待会伙伴也会部分的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那今年呢其实有两大重点，第一个一直我们在强调，这两年我们一直希望可以扩大参与，因为学习终身学习不是只有某个年龄层才可以终身学习，所以我们打破了年龄限制，然后我们整个年龄是向下延伸，那我们的甚或是小朋友、我们的青年，然后我们的长辈们可以一起加入。那我们也试着扩大不同的领域，就是我们透过很多多元的方式，不是以前的传统学习模式一定是在课堂里面然后单一的讲述，
对这样子的方式，我们透过很多，譬如说工作坊，然后戏剧的方式，然后一起共创一些属于基隆的回忆，对，有一些产出。那再来，我们也去回应就是 SDGs 的在地实践，有关就是优质教育，我们必须提供给所有市民优质的终身学习机会，这次是这次的两大主轴。那其实这一次我们也真的是横向的连结了很多的资源哦，总共我们串联了12个单位，提出了17支计划。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到，以前我们提计划，可能教育处就自己就提了学习的计划。但我们后来发现，基隆在地能量非常丰硕，那有一些资源在这么有限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怎样去串接，让效益更大？所以今年也跟文化局这边的社区营造一起做了合作，然后我们都发出这边有社规师，社会处这边有社区培力中心，其实他们以前称为三社一体，对，然后也在我们蔡市长的加入，社区大学加入，他们现在有一个全新的名称，出道的艺名团体叫做魅力四社，对对对，这应该是全国唯一的一个组合，魅力四社，对对对，然后就一起就是我们一起去关心我们生活周遭我们社区的大小事这样，然后社大在里面也扮演非常核心的角色，那样的精神也带到这支计划里面，对，然后其他我们也引进很多我们的年轻团队哦，像是卡米洛。还有新兵山这边，那我们今天的伙伴就是诗怡，还有品文，还有阿普哇，就是等等，所以这12个单位，其实每个单位都是强棒。那其实去年开始，我们有一个思考点，就是怎样让这些年轻的在地团队跟我们原本的像社区大学，或者是乐龄中心，或是部落大学去做一个结合，对，然后这些真的是很新的尝试。对，那我们今年到第二年就是也是拭目以待，那整支计划我们期待是有一个善的循环啦，就是希望大家一起共学，然后共好，然后共创，进而就是共荣，因为我们想要打造新的一个城市的品牌形象。对，共荣共创共学共好，这就是我们的新品牌形象。哇，可以从看到一开始的文创，然后再来体验经济，到现在的品牌打造，真的是越来越进化，越来越厉害，就是邀请大家。而说到刚才的这个加入的团队当中，有一个很棒的，就是我们的基隆社区大学。社区大学在终身教育中是展现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年都有不同的任务还有计划，我们就要请教校长了。其实在去年当中就已经有不错的亮眼成绩要来跟大家分享。好，我想那个基隆社大在去年其实我们也连结学习城市啊，那做了非常多的一些推动跟铺陈，原则上我们是以城市作为教室这样的一个概念在推动整个学习城市。譬如像我们去年在推动学习城市中间，从包括导览那地方的创生那系列以地方创生来讲，其实我们一直认为说基隆其实有非常丰富的山海历史跟在地的美食，那这个过程中间如果能够透过包括一些地方创生的课程，能够协助一些地方创生人才的一些打造，进而打造我们基隆在地的品牌，那当然这里面透过土地也好，人才也好，以及产业以及一些资源的挖掘，我们希望为在地找到在地的 DNA， 以在地的特色作为主轴去找到创新的可能。所以我们去年就办了2场的工作坊，那这样的工作坊里面我们也就是借由包括一些学者专家，包括国发会前主委那陈美玲，然后我们市长也来到，那我们产发处处长，那我们用的场地就是创生场地，就是案子中心在那样的过程中间，大家也试着去重新去诠释基隆的这种在地特色，然后去引导我们城市的品牌，让学习其实也可以作为孵化在地特色的一个轴线。那当然过程中间我们也希望说未来社区大学能够进而在地方创生上面能够作为一个培力的平台，然后结合在地的青年世代来做合作，希望能够系统性的去找到基隆有一些在地聚落的一些潜力也好，特色也好，然后能够有一些短中长程的这种培力过程去支持社区的发展。我想这个是我们从设计面、从观光面、从文化艺术等相关的面向，希望能够重新去整合，然后重新去发展这里面以共创，然后去共融一个在地的一个产创的一个平台跟聚力。我想这个不是我们在地方创生希望能够去做到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基隆其实就有四个创生基地，那这个其实就非常的丰富，也可以看到说基隆其实要重新让青年人能够留乡进而回乡，那这里面我们先要从产业开始，那这产业里面我们怎么样去找到在地的产业特色，我想地方创生在整个基隆的推动过程中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哇，所以有四大在创生基地，这样等一下要好好来请教我们的校长。谢谢。而在社大的这当中，其实有一个让大家非常感动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步道学。他们的步道学呢，是真的让大家用手把石头来铺的我们的漂亮的淡蓝古道。我们要先带大家来看这段影片，然后校长呢会从影片当中带大家来看看这步道学的魅力。这个是我们透过大金农场王国伟老师那边的基地啊，然后邀请自然步道协会的师生助教跟志工啊，那一起大家投入整个手作步道的初体验。那其实也由志工老师去介绍所有的工具，而工具就是其实就是以最适当的去具啊，然后避免去影响整个的环境。我想这些步道学的师生透过十二次课程的一个培力，他们有了基础的一个教育哦，那以及对步道的一个初步认识。那这是第一次我们实作的一个课程。那我们选暖冬峡谷步道作为我们初次体验的一个基地。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手作步道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容易啊，因为它所有的道具，你看大家在搬大石头哦，都是挖石头，都是取自在地啊，全部都取自在地。然后每个步道它的幅度，然后它用什么样的多大的石材，然后用什么样的工具啊，其实这个都必须要很有经验的这些步道老师，然后去带领。然后同学在过程中间虽然非常辛苦真的是流汗而且真的是在过程中间的确我们也去感受到这些自然丰富的生态植材，那我们怎么样让这些就地取材的食材能够找到它最佳的位置，然后成为整个步道最坚实的一个植材的一个基础啊。那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是铲土那包括那个有一些过去被冲刷的，我们还要去思考这些水线可能会造成这些步道的第二次的损坏。所以其实每一个工法，每一个那个要放置的位置跟距离，你看现在就是在做那个就是那个水线啊水沟啊，因为这里面就是有被冲刷，所以它要做排水。那排水的幅度怎么做啊？那包括这些排水的那个，你可以看到，包括它冲下去的地方要是比较以树林为主，它不会再带第二次的冲刷。那其实这些过程，我觉得学员在过程中间其实都学到非常丰富的一个知识。那当然在过程参与中间，我们也希望说尤其基隆有非常多的浅山那这样的一个浅山，我们觉得说如果能够让基隆每一个地方浅山的这些民众能够一起加入整个基隆的这种步道的这种参与你可以看到这个对照图从还没施作前到施作后那你看这个是还没施作前那你看施作后那个整个都不一样，你看之前都有冲刷，这个是施作后那整个都完全不一样而且有些地方都已经掏空了那整个施作后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坚固的那个步道的一个那个平台。当我们走在很多的浅山步道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少往下看，原来我们走的这些下面的这些石阶其实经过这么多人所参与的过程。那这是最后在刷洗这些工具手作工具。那我想整个这样的一个体验，让中间有不少的我们的学员他觉得说未来他可以长期投入这样的一个志工，然后参与整个基隆我们在未来的步道的守护那以不只施作一直到守护的工作，可以大家一起来参与。这就是共创共好最核心的精神，也是这一次我们在地的主轴，我们的学习型城市真的是在进化。而刚才说到这一个其实也融入了在地团体，刚刚像是青年培训的部分，还有加入了这一个导读的历史故事，要带大家来看看，就是把大家的力量串联起来，在地的青年培育走读基隆，
就可以看到我们年轻朋友的创意。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而且重点是他们是结合了戏剧带大家来导览。我们知道品文他创作了非常多很著名的舞台剧，而且还到处到全台来巡演，我觉得超厉害。而且这一次呢，他们加入了历史故事来进行导读。今年是不是有这样的计划呢？去年的成果是不是又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亮点？我们要请教品文。是，刚刚大家看到的影片是我们去年的一个演出的画面哦，就是我们去年很荣幸是跟基隆在地的基隆卡米诺一起合作，就是导览加上戏剧的这个呈现。然后去年这个路径有受到文化部的走读台湾的这个品牌青睐，所以我们有入选奖励计划这样子。那这个方式其实就是我们在大沙湾地区，然后我们从要塞司令部开始带着观众步行，然后一边走的时候麦克就会一边导览介绍当地的这些建筑它的由来怎么样，过去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那走的过程中可能大家没有预想到突然之间就来了一个戏剧的表演。对，那我其实也是在做这样子的演出的时候，我才认识了那个地方的故事哦。就是我从来不知道那边曾经有一个全北台湾最大的海水浴场，对，是完全是沙滩，然后甚至其他城市的人会特意的搭火车再转那个流水巴士去那边泡那个海水浴，对，这样，然后甚至旁边还有水族馆，水族馆里面还会有海女表演秀。甚至还有川上博士纪念馆，然后还有艺伎表演，然后大家都在那边，然后甚至以前的老师会带着学生一起去到那个海水浴场教大家怎么游泳。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会自己去回想，就是我自己是在游泳池学游泳的，然后现在把我丢进海里面，我其实是没有办法游泳的。然后我们在透过这个活动最后跟大家交流的时候，我也问了大家这个问题，就发现大概有一半的人跟我一样，是其实去到海边完全没有办法就是抵抗对于海洋的恐惧，但没有想到离我们其实不会很远，就几十年的过去，我爸爸或者是我阿嬷的那个时期，他们就是直接跳进海里面游泳的，就是离我们这么靠近，就是因为透过这样子的活动而知道。
对，那当然我觉得导览加戏剧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尝试，因为过去我们也没有做过这样子的尝试，然后它是有一个互补的效果的。就例如说大家可能一开始导览的时候，当听到了过去的故事，很难想象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但是戏剧就可以做重现的这件事情，就直接让它演出来。例如说艺伎表演，让大家感受那个氛围，或者是你身边周遭就有人在游泳，你没有办法想象我踩在地上这么结实的土地以前是海洋了，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让他们更认识这个地方的故事这样子。对，那刚刚大家影片有看到最后我们去到了一个空间，那个空间直接窗户可以看到外面已经没有海水浴场，只剩下货柜码头的那个样子。那大家刚才认识了这么多在地的故事，现在看到原来它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他们内心其实都有一点点冲击。对，所以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可以让大家更认识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环境。对，那去年的时候其实有两场是民众场，两场是青少年场这样。那今年很高兴，因为教育处的学习型城市，我们可以再开放让青少年在这个年龄层就可以接触在地的故事，不会像我到了30要做戏的时候才接触才认识这样子。所以今年会继续延伸，而且把年龄层再下压，邀请大家一起来看基隆的故事。是是，对，哇，真的是很特别。而说到这样子团队进驻在我们的基隆学习型城市当中，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无用学堂，他们设计了一档，就结合了很多团体一起来设计了一档，就是我们的实境解谜，一块来看看，真的是超有趣的。1、2、3，出发前来个集体大合照，想要在120分钟内破解怪奇逃走中，这实境解谜游戏最好能集思广益，当然一个人也可以很悠闲的走读解谜。第一关卡地点基隆城隍庙，跟着谜题提示找到指定的城隍爷秘书，输入正确的答案就可以取得下一关的地点。我们在城隍庙里面大概有四个关卡，然后透过这些关卡，大家其实可以在城隍庙里面绕，然后也认识说城隍庙跟其他的庙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它有一些小典故在里面，透过游戏大家都可以更了解。一关一关的破解真的很有趣，同时也探讨在地议题，以故事穿针引线，玩家走入基隆市区周边，用身体去实际感受这座城市。怪奇的这个实境解谜游戏呢，主要是跟基隆的几个在地青年团队我们一起合作的。那主要呢，是我们想要透过现在流行的这种游戏的方式，让民众呢能够用不一样的方式来认识这块土地。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关卡里头呢，我们其实呢也跟在地的很多的这个地点呢做连结。那主要呢，就是让民众呢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呢，还可以呢在我们的基隆走一走，然后用不一样的视角呢，不一样眼光来看我们这座城市。当半天的小侦探，用游戏领略在地的文化，教育处就是以不同的年龄层角度普及终身教育的理念。地点名称，这个是不得吉拿放。学习型城市跟终身学习的定义，它不再只是那么受限于就是中高年龄层，我们试着想要就是说让年龄再往下再延伸一块，所以我们在第七年的计划里面，我们做了蛮大的转变，我们试着就是邀请的在地的青年团队，就是整个怪奇的伙伴一起进来，那整个筹划这一次的计划。那这一支新的游戏方式，就是让更年轻的在地朋友们有兴趣，他们可以就是用手机就可以来认识了解基隆。那其实以这一次大概400组的账号，有超过60%以上都是30岁以下的族群来报名参加。那也我们也觉得说，是一个很不错的新形态的学习方式。结合体力、智力还有情商，只要一只手机连线网路解谜关卡，就能享受游戏乐趣，思考在地议题。真的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学习型城市在升级，其实有这么多的创意，其实就在来自于我们基隆在地的优秀团体，我们的青年代表。我们要现在请教一下我们的十一。好，大家好，那我代表整个基隆
基隆怪奇团队帮大家做介绍，因为其实我们整个团队有大概五六个在地不同的小小的团队组成的。那其实我们会聚在一起，也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基隆，我们希望大家平常都有一些交流。那大家平常会到吴用学堂这个空间一起吃饭聊天，所以某一次的机缘，我们就聊到我们想做什么，就觉得基隆还有好多东西还没被看见，那我们可不可以用新的方式来做？于是就有了这一版，这是我们第一版的基隆怪奇的游戏，它是纸本的。所以大家可能透过像是小小的解谜的道具就可以认识基隆。那我们的地图那个时候第一版我们做了四个区域，所以基本上它大概要花大概四五个小时才有办法探索。那每个区域它都有不同的特点，像是在基隆火车站这边，我们可能就会去带说跟通勤有关的议题。那另外还有像林开郡的洋楼啊，还有大家可能现在比较不知道的以前很繁华的委托行，然后再到那个旭川，旭川也被盖在三联洞下面，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平常大家可能都不会接触到了。那我们希望用这个游戏的方式让大家可以再更认识这件事情。那去年因为学习城市这支计划，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改版，是不用这么复杂的道具了，我们只要拿到一个 DM， 那你只要输入序号你就可以到现场去玩这个游戏。那我们也稍微做了一些改版，就是游戏的那个历程时间比较短，大概两个小时左右，那大家就可以比较用轻松的方式探索像是委托行跟旭川这两个区域。然后这个方式也可以让更多人可能对基隆不是那么了解，比较轻松可以入门的一个方法，这样子。这游戏真的很好玩，因为我自己后来有去玩一下，因为采访有去玩一下，然后我就印象很深刻。我从来不会去看那个铁的窗花，就是因为游戏设计，然后让我去看到原来以前的人的审美概念真的也是蛮美的，就是那个窗花，只是现在已经历史过了之后它生锈，但是它也有这样的历史韵味之美，这可以让我又不一样的角度来认识基隆，这也是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很厉害的地方。而说到这样子走读或者是设计，还有一个很重要要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培育大基隆历史场景的导览人才，还有我们的时空漫步散步去，这两大主题也是我们社大在去年的亮点，我们要请教校长。我想在全台湾这么多县市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能够上山下海，而且有这么多丰富的这种400年的这种文化历史场景，我觉得就是只有基隆才得天独厚。那基隆有这么多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景点，我们觉得说来到基隆不应该只有夜市，所以也因为这样，基隆设计大学我们就想，那我们能不能够透过掘金城市计划，透过课程去培训更多丰富的导览人才，透过这些导览人才的这种培训让不管是社区居民也好，或是一些导览志工也好，愿意对这个基隆这个地方的生态文史能够有更深的认识进而能够成为导览的人才。那当然也丰富基隆的整个观光的一个人力的一个投入。那所以我们在就是去年我们邀请包括李正仁老师、安家芳老师那包括郑子良老师等那我们一起做人才培力，大概我们中文大概有30位的参与，英文也有30位的参与。那这些现在已经都成为我们非常重要的导览的一个社群，在今年的陈博他们其实投入了导览的一个工作。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基础了，我们今年在培力部分还会再更深化，我们希望未来这样的一个坚实的一个导览人才基础一个团队能够协助基隆的整个地方的一个观光的一个那个推展。那当然除了导览人才的培力，我们去年其实也做了6条的时空散步去那希望能够在一些景点的一些设计路线的设计能够再创新跟再突破，尤其能够深入在地那期望能够进入一些历史的一些现场，那强化整个我们基隆的这些文化资产，不管是资产文化资产的保存意识或保留的一个历史记忆那且融入到我们现在基隆的很多现代的一些城市的一些基础建设你可以看到基隆其实这几年的改变非常非常大。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些走读能够让大家认识现在的基隆不一样的基隆，那进而打造文化观光廊带那引领更多人去认识基隆，并亲近基隆400年的一个时空之中。所以这里面不管是整个沿着中正路的这种侵华战争大沙湾或是要塞司令部等一直到白米瓮山上这个太平仙洞等这些聚落，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来彰显基隆独特的一个怎样地理绅士性格啊，那当然也慢慢的能够增加基隆人的一种城市光荣感，我觉得这是我们想要去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立基基础。谢谢。是，真的，这就是生活美学。现在就是用散步的方式来看看我们的基隆，那导入了不同的观光文化的理念在里面，就可以看到基隆光荣的那一刻。那当然，身为基隆人就更有光荣感了。而说到这个，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戏剧。这戏剧刚刚我们看到这导读是老中青三代都可以来，但我们的在银发族的部分，我觉得戏剧的投入这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我们要请品文带大家来看看。我可以先分享有 freestyle 吗？好。是，这是我们就是去年的时候因为要演出，所以就是招募大家一起来看戏的预告片。对，其实就是承接着刚才讲到的这个怪奇博物馆我们的实境游戏，然后那时候延伸出来有一个戏剧的演出。那在前年的时候，其实是文化局让我们能够办工作坊，然后加入了一些素人演员就是社区的素人演员，让他们一起参与演出。对，那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把怪奇这件事情，它其实就是基隆在地发生的各种议题，然后如果有一天它有生命，它活过来的话，它会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诉说呢？那那时候加入了14位的社区演员，让他们一起来共同的想，然后把这些歌词给写下来，所以剧中的歌词其实是跟他们一起共同创造出来的。那当时演出完之后，其实受的回响非常的好。那于是教育处跟基隆的庆安宫，他们就想要延续这样子的美意，然后并且延伸到更多的观众都能够看到。所以呢，在去年底的时候，我们除了再次的演出之外，我们还制作成了光碟，就是能够让基隆的在地的国小、国中、高中生，他们在学校都能够看到这样的演出，是跟我们在地的议题有关系的。那甚至还有10场的议题工作坊，是我们直接进入到学校里面，然后带领他们一起来发想关于除了这几个怪奇之外，我们生活周遭有没有其他的议题或问题是我们可以自己发现，然后一起来思考，就是我们是否可以解决，或者是我们可以怎么跟它共处，就更像是我们跟城市之间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关系。那目前已经跑了2场我觉得非常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其中例如说五伦国中他们发想出的一个新的怪奇，他们要自己创造出来他们竟然把那个五伦溪暴涨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个怪奇。我很难想象五伦溪暴涨到底这个怪奇会长成什么样子，会像我们里面一样就穿得那么 fashion 时髦，或者是很有年代感吗？他画出来的很不一样，他有一个鱼的尾巴，然后他的身上卡着半截的那个计程车，原因是因为他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个报道影片，计程车对卡在那个水中间动弹不得的样子，他们就记下来了，然后他们把它画出来之后，还帮这一件事情就是写出他的心声。如果五伦溪活过来，他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我觉得好像可以更让青少年去思考，关于我们生活在这一个城市之中，有什么是我们平常会忽略没有注意到的，然后有什么我们现在发现了之后我们可以怎么样跟它相处。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计划。真的超有意思，可以看到在青少年的部分就可以发挥无限的创意，这也是我们要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思考方式。如果我们站在年轻人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基隆又会是怎么样？那当然我们要请十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创造五感的艺术体验这一件事情也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基隆，对吧？那这个企划其实是因为去年社大这边的合作那个时候执行了一个叫鱼的浪漫的算是艺术创作的体验。那个时候其实以鱼的浪漫这个概念，其实想讲的就是基隆是一个下雨很多的城市，大家想到鱼就是湿湿黏黏很不舒服。那其实
下雨它本身也是一个很诗意的情境，那我们能不能换个方式，换个心境来看待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用这个雨的概念做出发，那那个时候是以声音跟视觉的部分是绘画这两个方式来呈现。那去年其实真的蛮多学员很喜欢这个概念，所以今年蔡校长这边就发想了一个就是五感艺术体验的再延伸，所以我们今年就会是用五感，我们有五个课程。那这五个课程其实就不只有听觉跟视觉了，我们甚至有嗅觉的部分，然后还有结合戏剧创作的部分，我们有很多的元素都可以来带大家做一些创作。那这件事情我们其实连续三周，上个礼拜已经进行了，所以我们先做了这个是药草球。Wow. 药草球其实它是有香味的，那这个东西其实它是来自泰式按摩。那我们台湾现在目前有一个蛮有名的草药学的一个店，它叫山屋野市，它在推广相关的计划，所以我们除了可以做成这样子的药草球帮忙舒缓身心，那另外也可以用草药的部分来喝。对，它是可以喝的。这个店它在九份那边有一间咖啡店叫野市，那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试试看，它其实很舒服的空间。那其实这样的课程主要就是希望大家透过接触药草，那你自己就会去感受就是自然的这一块。那老师其实很特别的是他选用的是台湾在地的植物，所以跟我们的生活其实是连结的。然后大家回去之后，你通常你会选的药草可能跟你的身体的需求是有关的，那这部分就连回我们的感官，我们需要注意自己身体需要什么东西，然后你去选择了它，代表它是一种提醒，就是你可能需要这个东西，你需要放松，需要可能身体哪里出了状况。那从最基础的身体感官先打开，那我们接下来这个礼拜六会是艺术创作的部分，我们会透过用色彩的方式，透过用捏陶的方式带大家再去探索自己的更多东西。那下一周的部分也会邀请到品文，最后的部分是即兴感官创作，透过艺术表演的方式，你可以用什么方式来把它演绎成一个小小的作品，所以品文到时候也会带大家，所以蛮期待大家可以来参与的。是，现在到最后大家就会把内心的话都讲出来，这也蛮重要的，所以就变成一出很特别的戏剧。那刚才说到我们就是年轻人这样一步一步的打造，但是我们的中高龄也是有继续在延伸。我们要请教校长，在中高龄手绘生活的创作与创业当中，其实有很多课程可以带大家看到不一样的亮点。我想大家都会老，那尤其台湾现在平均年龄已经都超过80了，那其实这些中高龄随着年龄的变化，我们希望说除了这种轻松健康促进以外，能不能够也透过一些手绘创作那透过一些美工设计的这些元素那带着中高龄能够结合，甚至结合基隆的一些城市意象，不只呈现不同的城市作品，也能够让中高龄透过原来的纯兴趣到能够提升到创业技能的层次，让这些讲师透过这些创意加上乐龄族的手艺那能够打造所谓的乐龄的品牌，那这是我们其实一直想要做，所以我们现在包括有银发艺术师之培训，那我们有一些中高龄的这些相关的创业课程，那我们来看看其实这些都是在这一次的六周课程里面学员所自己创作的。哇，好漂亮这是丝巾哈，这是丝巾，大家可以看到他们这是纯手绘哈，那这个当然它就比较不是量产，这个就是设计感的品牌就自己特对，那也有些是可以量产的，就是说它除了手绘，它是可以透过电脑的设计，然后再做输出印制像比如说这些就是印制的，可是他们学员画的，然后透过印制出来的毛巾那还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是我们一般手扶提袋，这个是什么？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到，我们基隆最有名的什么？三明治，营养三明治那他们其实也画了非常多，像这种手提袋啦、毛巾啦、包包啦那非常多，甚至最主要是说，他们也把就是很多的基隆的在地，比如说像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彩色屋那等融入到他们的这些包括 T 恤的这些创作那其实学员在整个创作过程中间，他们发现原来玩手作除了
这样的一个，甚至有一些人他过去是没有绘画的一个基础，可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觉得他们玩出兴趣，而且也慢慢延展到，他们我们也教他们怎么样透过行销，比如说这里面怎么样电脑可以做设计，然后可以去做行销包装。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带状的课程。好，那基隆社大其实有非常多的手作课程，那我们需要慢慢把有一些课程转化成为可以作为这种所谓的非典就业创业的一些基础的一些技能。那也让我们基隆的中高龄这些民众那能够在人生能够找到第二春职能的第二春。是，真的是乐龄品牌，不管是手绘或者是拓印，你就可以看到，其实在历经岁月的历练之后，其实创作出来的美学那又是不一样。那大家把这样的这个艺术精神延伸到戏剧，我们要请教品文了。其实在去年我记得有两出，我觉得真的很厉害，他们呢是带着我们的银发朋友来进行的记忆说，还有老青少 party， 颠覆了戏剧的想象了。我们要请教品文。是去年的时候，也是因为学习新城市的计划，然后我们跟中山乐龄中心一起合作了这个记忆说。对，它其实是一个工作坊。在初期的时候，我们跟着这些乐龄的姐姐一起发想就是如果我们大家各带一张照片来，那你会有什么故事想跟我们分享的？那个时候大家都特别有共鸣的，我们选出了几个例如说中正公园是第一名，就是当有人提到中正公园，每个人都有回忆，而且都不一样。有些人是国小他校外教学或者毕业旅行一定要去的，那有一些人可能是他是住外县市，但是只要来基隆他就会去那边看到那个很大的观音像，竟然可以走进去，他觉得很神奇。还有那个转转转的那个许愿池，对，大家对里面的那个记忆点都不一样，但是大家都很有共鸣感。所以最后我们演出的时候就是选择了中正公园的故事。对，那大家一起扮演其中的角色，我们到底在中正公园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样。那其实排练的时候让我非常的感动，因为可能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很习惯就是要固定时间来，然后要很辛苦的排练，要一直记动作不能出错。而且我们比较困难的是，我们不是现场对话，而是我们用预录的方式，就是把台词全部都录音，然后最后播放一个音档，他们必须要对嘴，要搭配做演出，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也是因应着他们演出的场地有不一样，我们第一场是在中华国小，然后后面两场是在委托行的街区做演出。那因为场地跟器材的因素，所以就让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做演出，但是他们真的表现出乎我们意料的，然后最后其实是很感人的。因为这个戏的名称叫记忆说，他在最后的台词其实就是在讲说，就是过去小时候他记得在公园里发生的事情，现在好像慢慢不见了。例如说十八罗汉洞好像已经再也看不到了，或者是以前有的那些摊贩好像少了许多。对，所以最后一句话就是记忆说，中正公园还在那，记忆就还在这，就是这样子的收尾。所以到最后大家其实都充满了那种很感动很澎湃的心情结束这样。那这样的演出我们其实在就是终身学习博览会上面我们也有再做一次演出。对对，那终身学习博览会的时候，我们其实还做了另外一个，就是老青少派对这件事情。那它其实就是我们放了12位演员，他们扮演了就是老青少这三个不同的年龄层的角色，然后他在整个博览会的时候在周遭跟大家互动。所以你会发现你来参加博览会竟然会有一些演员来跟我互动，并且他很有那个时代的故事。例如说小时候童玩是怎么样，他们怎么玩游戏，然后青年的时候很在意譬如说谈恋爱啊，或者是很有文艺气息等等的。对，然后当时间到了的时候，他们就会冲上舞台来完成老青少三个年龄层的热门的舞曲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召唤出大家对于每个不同年龄时段的那个记忆。对，那最后一场的时候我们还跟祖孙京剧的比赛合作，就是当时有一些人有投件，就是他自己对于爷爷奶奶的一些想念，或者是过去他们的故事，
像有人就会分享说，小时候爷爷奶奶带我去海边的情景，或者是每次他带我去吃肉羹面，他都会把肉羹给我，我的肉羹都比面还要多，等等这种很琐碎的事。但是真的在现场，透过演员的表演，然后再加上他们写的那么美的文字出来的时候，现场的观众就会很被触动，然后就会连结到你自己跟爷爷奶奶的关系，然后你多久没有回去看看他们了？对，所以可能也是欲望的风格，每次都是蛮温暖的收尾这样子。是，就可以看到戏剧融入在生活当中，会有擦出不一样的火花，那就是勾起你内心最触动的那个时刻。那说到刚才这个老中青三代，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的是我们的中原记。其实基隆中原记是我们所有基隆人的最美好的回忆，我们就要来请教十一。其实针对中原记，要继续推广下去，设计了一套桌游耶。是我们今年在学习营城市预计会以中原记当作一个文化基底，然后会开发一款桌游。那主要会有另外一个合作伙伴叫阿婆阿工作室，那他们其实常年都是用议题跟游戏结合的方式，带大家认识一些在地的不管是公民议题也好，或者是文化议题也好。那我们今年想要透过就是无用学堂，其实有在跟另外一组的在地团队组合成一个叫中原凉拌工作室。那我们主要就是以基隆中原记当作我们最主要的核心精神，我们希望借由中原记的这个精神唤起大家对于在地的一些情感连结。所以我们2020年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在庆安宫办了一场传统那种板豆活动，可是我们用年轻人的一个概念来做。那我们去年呢，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板豆，但是我们出了一个中原凉报，用报纸的方式帮大家整理，就是这个是我们基隆族谱坛嘛，那就是把它用报纸整理成一份比较严谨的一些资讯。然后本来是希望号召大家来板豆，可是因为没有办法。那我觉得今年会希望说延续这样子的填调的基础，所以我们有比较丰厚的资讯可以来做游戏。那目前还在讨论的阶段，所以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今年底应该会推出。那也会有一些算是跟大家的见面会，让大家可以来试玩这个桌游。那其实桌游是一个更不一样的方式，它其实可能蛮适合来带一些工作坊的方式，然后可以结合进入校园。这是我们希望说，除了像板豆这样子大型活动之外，我们可以有更多跟文化教育连接的方式。对，是，桌游就是一个烧脑，而且你还要去设计它，你就知道要做了多少的连接。我们很期待这个作品的呈现。谢谢。那说到我们的这个社区发展，我们的社区学习，我们的学习型城市，那社区大学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在历经了这么多年的这样翻转、冲击、冲浪之后，我们要请教校长，今年度有没有什么亮的计划呢？好，我想刚刚在影片中大家大概也看了我们自然步道啊。那其实在整个基隆，我想它是你生活学习都在浅山山系步道其实对基隆人来那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在思考说，那能不能透过像基隆的步道学这样的一个推动，深入在地，然后用手作来共创共好这个过程啊。所以尤其基隆有非常多的里山，而这样的里山，当然我们在今年所培训出，透过十二式课程跟千里步道这边的合作，希望能够培训所具备的这种专业的基础知识以外，那也培力这些所谓的浅山的这些护山守护志工了。那当然这里面他还要去从事我们去检视我们基隆所有的这些礁山步道，然后用最天然从步道环境的探索到步道环境资源的这种调查。那甚至规划，然后再用更本土化，然后更自然的这样的手作的工法，然后来维护一条不影响生态环境，而且能够兼顾那人行需求的这种天然步道，我们觉得说在基隆，我们觉得值得持续去推展。所以在我们从去年开始推展，今年、明年我们都会持续，甚至我们希望在今年的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哈，我们今年其实10、11、12，我们会在淡南古道旁的黄纳石，暖暖的黄纳石馆，我们会推3个月的展期，以淡南百年山境来作为展示啊。那除了宣示我们基隆在做步道学上面的一个起始点啊，然后以及所要投入的一个愿景以外，
我们也会让大家来看，其实基隆整个淡南的北段、中段，其实都是从暖暖起点。那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道。那今年十二月刚好又有亚洲步道节，我们会把它连接进去，所以它会这三个月就会以我们的首座步道啊，那来检视整个基隆的交山环境以及淡南古道。你看我现在穿的这一个就是淡南古道非常重要的大金的一个自然的一个那个产品啊。那我们透过大金的蓝染哦，用完全传统古法的蓝染。大家可以看到哈，我的背后啊，它就是淡南古道，以及这另外有一个，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植物？有，那是双，那不是，那是双扇蕨哦。双扇蕨看起来有点像那个破掉的两只雨伞，有没有？对，对不对？对，它是什么？它是从侏罗纪时代就有的植物，所以我们可以说它就是活化石，所以也是我们以淡南哦，以双扇蕨来作为它的一个标示，好，那循着双扇蕨走淡南古道。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不是只是在首座步道，我会把这条百年三径它结合它的产业，它过去跟大金蓝染，它过去跟茶叶，好，然后这里面的整个的一个生态系统还有文化矿业，好，矿业文化，所以我们也会把它的产业做一个连接的一个呈现跟产出，好，去让大家来认识这一条步道。那当然这里面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植物，我们也会在这个过程中间去做体验跟走读路径的设计，我想让整个基隆在古道上面能够更加被看见。我又学到了，所以要走淡蓝古道不是跟着大金的植物走，是跟着那个蕨，这什么蕨啊？双扇蕨。双扇蕨走，大家要扇子哦，那个扇。对，扇。那它其实很好辨认，它就是两只像破掉的雨伞。然后大家学起来了。好，那我们知道十一这边其实还推出了一个为基隆发声的议题工作坊，对不对？对。那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工作坊，因为其实我们这些在地青年目前有蛮多能量的，大家各自都有在做些事情，那某种程度我们也还是期待有更多人可以有心血加入这样子，所以那时候阿伯阿工作室这边有在讨论他们的其实主要的一个专业能力就是带大家做这样的系列工作坊，然后我们就在讨论用什么方式可以让更多人来加入，大家一起关心基隆，然后找出更多需要被关注的议题。那这一次我们主要从七月开始会有一个为基隆发声的夏日共学议题三部曲，那为期大概是一个多月，我们主要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会是说书共学，那我们选了三本书，会找了三个关心在地的三个人，选的是三本书来带大家一起讨论。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对这些议题可能不是太熟悉，那没关系，我们会带领你来一起做讨论。那这当中其实我们选的面向是完全不一样，像这第一本书《未来都市新趋势》，那这本书其实是参考日本他们在疫情时代他们怎么观察到了后疫情时代我们该用什么方式来过生活，那这本书有非常完整的梳理，那我们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未来的生活可能会有哪些转变。那再来第二本观察的艺术，这本当初是品文推荐给我的，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们自己在做很多议题的时候其实观察是非常重要的，你必须先透过细微的观察你才可能找到你想关注的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那我们用比较趣味的方式，这本书它其实是提出各种观察的方法，那你也许原本想象中议题可能就是要去翻书，你要关心政治、关心公民议题，但也许未必。我们可能可以走在路上，你可以观察天空、观察地上、阶梯，各种方式，我们都可能找到我们自己关心的议题。那最后呢？因为其实议题这件事情，你一个人可能很难操作嘛，所以我们就再请了另外一位也是关心在地社区议题的伙伴，他会来分享社区设计。那这个部分就会是人跟人连接在一起，我们可以怎么样一起共好，大家一起来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是集合大家的力量怎么样去做到。所以我们有三个阶段带大家来讨论，接下来才会进到那个工作坊的部分。那接下来就会是连续四周的课程会由阿佛娃这边来带领，那这些课程当中其实你就可以梳理我们在书里面学到的东西，然后会有讲师
来带领你，就是手把手的练习你应该怎么样去整理议题，然后怎么样去归纳你的观点，甚至把它变成想法之后可以实际行动。那到最后的时候会有一场行动成果发表。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实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你要做很多事情，其实是一个小小的开端。那我们希望可以吸引更多人一起来加入。对，哇，这就是学习型城市的魅力。那我们要最后三分钟请教我们的学科了，未来展望要对大家进行什么样的城市学习？谢谢哦。其实刚刚在听伙伴再分享一次，我还是觉得很开心，就是这两年可以遇到这么棒的团队，因为其实我很多养分都是他们给的，对，然后很多的坚持又或者是我们提案也都是因为他们真的很认真，那我们看到他的认真也希望可以怎样去一起合作。那我记得今年在提计划的时候，委员有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他那时候就问说，你们基隆计划怎么都在玩，你们就是在玩游戏，然后玩戏剧，玩画画，玩桌游，你们怎么都在玩？就是因为相较于其他县市，就是正规的课程规划啊什么一系列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么不一样？对，那其实我必须说，我们的每个游戏的背后，每个玩的背后，它都有更深一层的我们期待要带所有的民众去到的一个意境。然后也因为透过游戏，先不要去到多大的影响或改变，你透过游戏或透过这些体验，你先认识你自己，然后你认识周遭，然后进而你去认识你的城市。对，其实在认识的过程中就是一种学习。那其实说真的也非常谢谢我们团队哦，其实去年像做的那一出南岭响应工作坊的影像，然后其实今年也开始在跑国中高国中，那我们也期待就是真的很多，因为现在蛇年国教，我们一直强调孩子不要只是关在课堂内去学习你课本内的知识，你应该打开门，你周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自己都不知道。对，所以才会希望说藉由团队这一部分的就是能量，然后可以就是延伸到其实我们是不分年龄，也不是说只有中高年龄层可以学习，其实每个人都应该要对自己的生活多一些些的认识。对，所以那时候委员提那个意见，我也想说对啊，好像我们一直都在玩，而且因为今年年初，我记得那时候下了两个月的雨，对，我们平均基隆日照好像是15秒还是10秒之类的，所以那时候一直跟委员强调说，其实基隆人家说什么双北居大不易，我觉得基隆居也很不易，对，就是所有的基隆人的心理素质，我们的心理韧性都很强，所以我们一直在找很多我们生活中的小确幸，然后试着认识自己，认识这个周遭，你有那个认同，你才会继续留在这里。对，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两年一直希望有更多的团队进来，然后我们听更多，其实我们是一个平台，那我们希望把这些资源去做整合，然后给有不同需求的市民朋友一起来使用这样子。然后其实两年前有一份杂志的报道，他说就是基隆人的好像工作毕业之后的大人成人再回来终身学习机构学习的比率很低。那我们那时候去了解一下原因，因为我们有60%都是通勤族，那如果他们真的还想就是工作下班后再去学习，其实就双北了，对，他们双北可能就近学习完上课完之后然后就回来，就太累。所以我们也在思考，但是他们也在反映说基隆有很多好玩的课程，特色的课程他们也想学，像渔村学之类的。对，所以其实这几年很多的形态都在改变，包括我们的课程，我们不会是固定好像每个礼拜几上课，有一些的调整，甚至我们集中2天、3天工作坊或是移地，对，去直接做体验的学习，这些都是这两年很大的改变。哇，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共融、共创、共学、共好的魅力真的是很大。今天非常谢谢四位来宾哦，带我们看到这个学习型城市的价值，让我们一起繁荣下去。我们下次见喽，拜拜。